哟，大家好，我还没好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好，我现在收拾行李呢，我先要出发前往机场的。我这次要飞往巴黎，然后还有伦敦，还有荷兰的。我这次呢是去拍摄，会跟我的一般朋友啦，是谁还不要告诉你，等下去机场你们就知道了。我很开心呢，我有这样大的行李箱，看到吗？这个比普通的最大行李箱再大一点点，但是哦，我的天哪，它级别的重。然后我现在要下去。嗯、啊。那你可以帮我吗？啊？我压不到，快帮我！我要迟到了，因为我现在要去机场啊。系嘅，我哋终于到机场啦。那我现在很紧张，我现在加速，两点的机，我十点半就已经到机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趁我这个 luggage， 我要跟住你估下我几重？你几重？我几重？系我啦，几重？我头先称咗一下啦，应该系超过25噶啦。因为我只有25可以去罢了，我不可以超过，因为要罚钱。哦 ，My God！ 哎妹，我讲咗嘅，我听懂，我不懂哎，你要讲乜？我不知道。在飞机上他是爸爸吗？所以你应该可以试一下啦。Somebody call 911。经过重重的波折，然后又拿了一些衣服放去另外一个 luggage 啦，然后还有放我的鞋子在 Isaac 那边啦。还好我有2公斤的位置，放鞋子刚刚好25。可是我还需要人家帮我，因为我重了多少 kg？ 减了这么多还是超重3 kg。所以现在等我的伙伴们来救我。每一个人要拿一点点，应该就 OK 了。真的真的，我们等一下见。Hello， 现在我已经在飞机上了啦。我一个人坐，因为我的机票是跟他们不同时间买的，好像是，所以我也觉得有点孤单，因为要飞7个钟，然后我们7个钟过后才到迪拜，迪拜机呢，因为我要睡觉，现在是凌晨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迪拜的机场，要等6个钟军机去伦敦，然后大家七早八早，很肿，一个两个不想面对镜头，这个在想女友，这个开始要拍食夜舞 ，Steffi 在买咖啡，有6个钟，我哋终于到咗伦敦。为什么只是我们三个呢？因为我们我们是坐 business class， 对，我们就出先。他们坐 you know economy 就比较慢点。有没有好兴奋、好开心啊？好开心啊！本来有嘅，但系坐咗咁耐飞机冇啦。我已经系冇乜咗，谢晒。我哋足足坐咗8个钟啦，5个钟再6个钟嘅，所以我们就花了20多个小时在飞机，然后在机场。即系人哋讲谢贤啊嘛，系咪？系谢贤咗我。謝賢的時候都謝了，我逼逼了。好了，我们终于到了我们住的 Airbnb 啦。Hello， 跟大家，我看到了，我要上去，来，我要上去。我的那个行李箱太重了。来，放着。很重啊！我们终于看到 Yes 啦 ，Hello！ 谢谢你等我们20个钟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要上去看我们的房间如何 ？OK。好死不死啊！我跟 Miko 是住3楼，然后我在想着，哎，我的两个子很重，我该在下面这样子拿上来，我已经要我的命了。OK， 以后我哋要上去。哇，有厕所，有床啦，然后还可以看到外面。又系我美好啊！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哎呦，我的同伴们实在太有默契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在伦敦的第一，你可以讲话吗？很厉害啊！其实我们不是有默契，我们已经约了9000多次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吃早餐，来跟大家介绍我的伙伴们 ：Yvonne、Steffi、Nico、Arwin、Awin、Ayin 跟 Isaac 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吃早餐呢。走错位置了，走错位置了 ，OK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Oxford Street， 然后就来这边逛街啦。因为今天第一天呢是没有东西干的，所以我就跟我的伙伴们来这边逛街。这是我第二次来了，所以这边的衣服呢，有些店是超级无敌便宜，一个很漂亮的，看到没有？我再给你们看一下，是不是？
超美的。有认识的朋友来呢是最好的，因为他们可以帮我拍照，我也帮他们拍照，也可以拍 video。 真的，大家呢是因为很冷来这边解暑。刚刚Yvonne讲说，我问他说要不要参加什么 YouTuber 的竞选比赛，他讲不要啦，他讲他怕打死好冷。我讲哇，原来这样大力的。然后现在讲 OK， 我不信他大力，不讲我讲，因为我讲第二次。然后现在我比熬少话，我不能。我先让你五秒先，五秒你可以这样大力啊，一二三。国家的千万不会跟啊女孩子来的，因为你看，我一次就是听到他们说很美嘛啦，很美嘛啦，我们是给你好的建议，尤其是以往革命很美嘛啦，很美嘛啦，都就这样子了。我第一天报啊，我已经化了，看到了吧？化很少，化很少。Alan 有在看 ，Alan 有在看你影片。Alan 回去我要 claim， 看到了吧？OK， 我们还没有到第三天，我们已经忍不住要吃中国菜了，因为我们要想念饭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Chinatown。好耐啊！你食到叫我，OK， 我们下一道菜。OK， 不说喝的，他们的那个分量其实蛮小，故意的，真的，所以一人拿一狗盖。Good morning, everyone！ 来到我们的这个伦敦第三天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呢就换了拍摄的时间啦，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 Airbnb 吃我们的早餐的。然后我们吃什么呢？我们幸好我们半 night， 我们也带我们的 Maggi Mee Curry 配面，然后最重要什么？梅肉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省了我们在外国的早餐，因为昨天哦，我们昨天吃早餐吃了多少钱？我们吃那个 English breakfast， 我们八个人，大概是五六百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全部都是吃 English breakfast， 然后一杯咖啡，然后我们八个人就吃了500块马币，500块马币我们可以去找嘎啥耶，各位。在外国最珍贵的就是杯面，对不对？我的这个杯面啊。马来西亚卖几块钱啊？我在这边可以卖5块英镑啊！真的有啥的给我买的，真的。来，我拉出来给你们，我拉出来给你们。是安迪的，你看，安迪的，这个蕾丝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男生真是很难喂饱，好不好啊？我们买 sexy sexy 点讲讲低，我们偏偏就讲我们很简单，偏偏讲我们像阿妈。对，你懂什么吗？他们要红色蕾丝，这种蓝色就是阿妈。不过我觉得你的没有 Steffi 的美哎，是咯 ，Steffi 的 Steffi 的你想象不到，美的我穿这了。哦，哎，这个蛮好的，小背心，它这个背心哦，你看。它已经里面有这个所以你就不用再穿 bra 了。对，看一下，这个怎么？看看你什么字？你这个哦，当你没有水喝的时候，没有。这个当你口渴又没有杯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倒。有，我们在机场有试过。是啊，来，说你的包包。怎么这样乱了？你的东西。是。那我 back 乱啊，唔代表我人乱啊。So dirty， 干净的是吧？干净的，干净的。哎，可是你都不穿条吗？没有啦，我昨天看到你穿干净的，因为没有，这么你的不是有一个是另外一个袋子吗？因为我一到的时候我就这样子。
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我每次去旅行哦，一定要穿纸内裤。我带那种自己内裤，是因为我怕等下万一不够。等一下，现在这个环节不是你来介绍行李箱有什么东西，是我们检查。OK， 来，收这个是 vacuum 袋。收纳的是吧？不要脸也收掉。collagen，OK， 装你的 collagen 跟你的本地人一起放。collagen 是没有开的吗？干净的吗？这边？怎么会要放 battery 呢？玩具在哪里？玩具。然后带的是 double A 哦，一定是比较大的。是，因为我有一个烫的睫毛。睫毛是需要 battery 的，然后因为我怕没有电。烫的睫毛，怎么那个睫毛可以放 battery？ 它可以。当女人东西，你们看另外一边。就是要看有什么女人的东西。OK， 来。带不了。快盖回去。我哋差人做嘢唔需要你教。OK。怎么这边女人？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，当你的衣服臭臭的时候就很香啊。OK， 说有保暖衣，说这个要包要包。你看还是以沃的东西比较好，你看它的这样乱乱的，人家以沃还有一个香氛类，好好的好了，我的东西乱不代表了。哇，你看你的算有一个其实底裤跟泡面糖哎，哇，其实里面有底裤的，他打开这个杯盖里面有底裤，不明白他的那种这么私密的东西跟你的，你看他的麦洛跟 Oh my god， 那天他拍泡麦洛给我吗？那有下广桃了哦，他跟麦洛是海印的，哇，那怪不得我喝了肚子痛有广桃啊，这个麦洛。怪你来个江中，你多放两包，你是。对，这是要送人的。OK， 还有这些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东西有放好好的，一来的时候我就这样乱乱。没有，现在看到的就是乱。你还是动我内裤可以吗？我在看那边有什么干净的。好，现在这些是。哎。吓到我们，这有三大字雷地板，这种是怎样输？输啦。输罢了啦。衣服。所以你的内衣裤就这样子一堆，像粉衫。我放这边的，我要抄衣服嘛，我就这样子放。你看我真好好了的。OK， 所以这个 area 是谁的化妆间？我没有。Handphone， 看这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插头。到这个化妆包。哎哎，这个形状。怎么有一只这样的东西？那里玩具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只东西嘞，很特别的。它是哦，它是按摩眼睛的。啊！真的？刚才真的啦，我怎么骗你？刚才我就一只东西会真的，会真的洗脸的。Clenel， 佢讲你呢支嘢啊，来历不明啊，唔知做咩噶？按摩眼睛，按摩来看。按摩眼睛的，我现在化妆了，真的，这样子按。做他们男人不信，是啊，我们男人哦，觉得有震动的东西就是弄在脸上，是啦。所以这个包包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有红色的，不知道来的，找来的啊。哇，眼罩都这样 sexy 的。我的妹子啊，先生。耳机啊 ，mask。我说这个包包是用来用什么的？出国的时候什么东西丢进去？因为我不知道，很多东西可以放吗？哦，俺敢吗？可以的冇。对对对。这衣服来的。昨天刚刚买的，昨天刚刚买的。哎，咩嚟嘅？咩嚟嘅？嚟，从实招来。唔系冇嘢噶。开嚟睇下，自己开。哇！呢度系算最奇嚟噶啦。咁样叫奇嚟啊？嗯。OK， 乱中有断。现在我会问一个问题，你们要不可以想最快的时间用手指指着它来比你们的右手出来先。左右。你们四个里面谁？最不喜欢冲凉的，一、二、三，我哪有冲凉？我哪有冲凉？没有冲凉了，每次出去，完蛋！我知道我是有冲凉了，也是他自己讲，没有，我很懒惰，我不冲凉，你们不会怪我的吗？所以我不爱我的啦，所以我就自己来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是的，我们 continue 在伦敦的第三天。为什么我们搞到现在呢？因为我们在拍摄。然后今天呢，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只有我、Ivan 跟 Steffi 而已。我们三个去逛街。我们三个人呢是去逛街的。然后阿 Win、阿 Win、Miko 还有 Yins 呢，他们就去看球。快点告诉大家，你们的那个足球的入门票是多少钱？
差不多六七百块吧，六七百马币，就很像去看演唱会一样。六七百块其实是值得的，看呐，因为我本身我不会足球东西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去 shopping 喝茶好了。没有 Miko 也是不会啊，可是他还是去看啊。Miko， 你看足球的原因是，人生总要有一次是去看球，在球场感受一下那种。然后你今天支持哪一队？我是中立，我没有支持哪一队，只是一个仪式感。然后重点是，上车，重点是这个衣不是他的，是印的。快点！哎，快点！哎，拜拜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 Harrods， 然后现在我们就在这边逛。这边除了 shopping 还是 shopping， 花钱的地方，真的。我觉得今天的雨天有点 sad， 但是不影响我们 shopping 的心情。对，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你若安好，我就是美好。OK。因为哦，那个德士司机他说我们要去的那个 London Bridge 哦，封路，很多车都进不到，所以呢，他就我们在一边，对，他就随便丢在我们在路旁，他叫我们自己搭地铁去，然后我们又没有在那边搭过地铁，然后又跟我们讲，幸好是有这个男人的，我不知道他在那边有没有用啦，但是有，很有用，所以我们要靠他先。我们现在要试看搭地铁去那个 London Bridge， 哇，19-20块，百多块啊，去一个 London Bridge。哇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超级无敌的累了，因为我们又不懂那个线是什么线，然后重重难关，终于来到了那个伦敦桥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累耶，从那个地铁站走来这一边哦，真的是要15分钟这样久。但是看到这样漂亮的景，我们辛苦算得了什么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，我们现在准备跑去拍摄了，等一下再给你们看吧。哇哦，今天的景色特别的优美，现在是要晚上咯，然后伦敦桥已经开灯了，是长这样子的。哦，我们拍摄完毕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晚餐是在这里吃哟。This is our menu. Please take a look. I want water. What? Water. Water. Yes. I want you be my water. Yes. 我是你的。你吃我的水的。Yeah, thank you. Excuse me. 你几点收工？收皮啊你！Hello everybody. Hello everybody. 大家好，我是美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。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是的。然后今天呢是我们在伦敦的最后一天，然后我们现在前往这个 London Eye 去拍摄。是。所以我跟 Yvonne 还有 Steffi 是走玻璃啦嘞。快点。走安色系统。很凶啊，你们的美好姐。Oh, sorry。都是安色系统。真的，我们等一下跟 Angelababy 去喝个 High Tea。然后呢，我们有我们的保镖穿到很像橘子这样。嗨，橘子妹妹。嗨，橘子哥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橘子兄妹。哎，你们还像那种看过再来个一二三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橘子兄妹。恭喜！豆豆强，我是妹妹 Miko。我是哥哥伟伟。呀，我们是小太阳、小月亮，你们是保镖。哎，你是保镖队，保镖峰哥。这个呢就是大笨钟啦的 Big Man， 但是呢我们依然今年也是看不到的，因为我们去年也是有来啦，他就刚好在装修，需要5年的时间来装修这一个的，所以我们5年过后再回来看吧，如果还可以再来的话。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伦敦眼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来这个伦敦也是晚上，可是晚上看也是美的，可是今天我们要享受白天拍的感觉， you know。 然后我这次来呢一定要跟那个红色电话亭拍照，因为去年我没有拍到，如果我再不拍到我就真的好像没有来到伦敦，就是这个红色的电话亭 ring ring 喂，烦着啊，哎，来啊，烦着好 hello。 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做工拍摄，我们来到了这边呢，我们就是要跟这一个这样漂亮的场景，有美的景，有美的人，哇，我感觉是美好的一天，祝大家有个
美好的一天。多谢，鼓掌鼓掌。今天是我们的伦敦的最后一晚了，我们要出发去巴黎了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麻烦请按个 like， 并且 subscribe 我。对，然后呢，并且按旁边的小铃铛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叮叮当。然后呢，最新的影片你们就会首先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样讲。对，李士兵是的。啊、follow 他吧，李士兵 IG Winly88，耶。